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做一只恐龙，现在我教你们怎么做。首先，我们就剪出来恐龙的身体，然后我们就擦颜色，然后我们就放小点在恐龙的身体、尾巴、脚和头。现在我们用胶水放把恐龙的头、脚和尾巴粘在恐龙的身体上。妈妈和我用力按上去，最后我画上恐龙的眼睛，恐龙完成了。